来之汪洋，无今日之途时，则无将来之重长。在今日念今日，度今日惜今日，何惧流年总是但求不负今日，何惧流年总是但求不负今日。我回到故乡是这句话的主干。先生如何回到故乡？回到了什么样的故乡？相隔二千余里，别了二十余年，这在语法中叫附加语。就这一句，谁能上台来做一下文法图解？迟到的同学进来吧。玉才兄，路过，旁听一下。周先生好。同学们好。用了先生的文章做范例，冒犯了。哎，周先生，请坐。同学们，都坐吧。这一整句的主语是希望。用图解法来看，这篇文章就容易分析多了。偶像是宾语。这位同学。先生，我想问问，这希望真是守志的偶像吗？同学，你是在问我，还是在问周先生？时间觉得我的微躯是一颗小星，夜一时间觉得我的微躯是一颗小星，盈然万星里随着星流，盈然万星里随着星流，一会儿又觉着我的心是一张明镜，一会儿又觉着我的心是一张明镜，宇宙的万星在里面灿着，宇宙的万星在里面灿着。周先生好，黎先生好。自古文法为垒土，有根基方能起高台。少熙兄的新著国语文法与白话推广之路立的是大功，大功
玉彩兄，任公今天在师大演讲，要不一道去？不去。两年前他就答应要给我做一碗陈皮绿豆粥，两年了，我连绿豆都没见着。哎，我是说好了，下午要去给雨丝送趟稿子，改天我专门去看他。哎，这就是任公的不是了。哼，粥小，事大，我必须替玉才兄讨个公道。时候不早了，我这就找老梁算账去。周先生。周先生好。先生，您说的希望到底是什么？是青春。于我来讲，也是恐惧。先生，那您的恐惧是什么？若身外的青春，倘若消灭，我身中的迟暮也即凋零。看见什么了？树叶。往远看。是太阳。穿过斑驳的秋叶，阳光落在身上，今日此时便叫希望。你们若是喜欢故乡这一篇文章的后头，或许能给你们一些启示。听得懂吗？你们把我们的位置都占了，我们都没有地方了。怎么，梁任公的演讲你们读书人听得，我们老百姓就听不得？少奇兄你来了，我是挤都挤不进去啊。德勤兄，这帮学生全然不给我面子呀。同学，挤都挤不进去，为何还要待在这儿？不管怎样，我也算来过师大，听过任公的演讲了。看，民众渴望知识，正如旱地渴望甘霖啊。咱们的任务更重了，检审汉字，理清文法之后，得大范围的推行注音，让民众哪怕忘其字，亦可写其音，白话运动方可真有成效。哟，瞧我这脑子，要把这忘。助人会，拼音的推行非一日之功，更非一人之力，这是半农的主意，除了你我，赵元任、林语堂都在。好，众人同行，愿为星光。无负今日，无负今日，无负今日。
说的什么？任公这一口岭南腔，可真是难懂啊！一杆子听不得呢。哎，同学，都是湖南老乡，说的什么？无负今日。秋意已浓，匆匆流年，人生庸碌，吾辈自当惜爱年华，无负今日。坤，睡吧。妈，我想再做一遍作业。咱们不是都休学了吗？别做了。妈，你就让我再做一遍吧。书，咱家是真的读不起了。小平同志最近深刻地指出，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共十条，最重要的是第九条，概括地说就是尊重知识、尊重人才八个字。为了加快人才的培养，中央将在调查研究、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，专门讨论教育改革问题，并做出相应的决定。昨晚上没睡好吧？
你这诗又多看了一遍。30多年了，都在这儿呢。都说了不要熬夜了。今后我们将进一步采取切实的措施，组织全社会的力量，办好普通教育和各类教育，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待遇，使教师工作真正成为社会上最受人尊敬、最值得羡慕的职业之一。别忘了拿上这个。啊，带够了吗？放心吧，管够。好。新郎，新郎，新郎，哦，王校长，新郎，王校长，您瞅瞅，太反了！哎呦，您瞅瞅，这一上午我算是白忙活了。哟，校长啊，您何时来的呀？刚到，我去给您沏壶茶。哎，不用不用，不麻烦了啊！我出门不喝茶。您这不是进门了吗？哎，谢老，我自己带着水呢。好好好。小印颠倒，盖表对主人倾倒之意。高啊，齐老，真高。高？您这房子不高，水压可都大了。哎呦，修好了。嗯，好了。陈师傅，这么多年了。您是分文不取，琢磨，请笑纳。哟，谢谢齐老。不客气。那您忙，我先走了。齐老，哎，你说这么多的人找我，求您一幅字，有老板，还有领导，您怎么就不肯写呢？那我问问您哈。如果我不写，他们会不会开着飞机坦克来炸我？如果是那样，我是必定要写的啊！对对对，哎，齐老，啊，齐老，其实今天我来是有件重要的事情，想和您好好的商量。同学们，你们在校期间，我能给你们上的最后一堂专业课，今天讲完了。数学家拉普拉斯有一句名言：人的这一生啊，遇到的绝大多数的问题，基本上都是一个概率问题。那好，你们从北师大毕业之后，从概率学上说，你们大概率会成为一名老师。那么今天我想跟你们讲的最后一段话是一个故事，关于我和我的老师。子坤，嗯，想不想读书？想。对，今天读好了书，以后才能去外面的世界好好看看。嗯，王老师，可是我们家真的读不起书了。越是穷越要读书，
学费的事儿，我先垫着。实在还不上就算了。谢谢你。太多了，还能跟得上吗？子坤啊，记住，只要你抓得紧今天，再远的路你都能赶上。嗯，就这样，黄老师带我走出了那个小山村，来到了外面更广阔的世界，走到了你们的面前。但是我这一生无论在哪里，无论在做什么，每每回望，我的身后都有一双眼睛在看着我，那就是我的老师。30多年了，我们一直保持着书信的联系，但是就在昨天啊，我突然接到了一个噩耗，黄老师他离世了。我拥有他写给我的这么多信，但是我却没能拿到一张他的照片。是我今生的遗憾。同学们，师者是什么？耕耘在今日，收获却在未来。老师是用一个生命点燃另外一个生命的人啊。我记着黄老师跟我讲过，抓紧今天，所有的未来都有可能。你们即将毕业，你们的路很长很远，但愿也很美。如果你们想要这一生不辜负你们的母校，不辜负你们的青春，请你们一定要记住4个字：无负今日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Thank you.
哎呀，哎呦，校长，诸位长者大家，你们都先到齐了。王校长，陶老师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实在不好意思让你们等我啊。齐老，齐老，齐老，您坐好了啊。中了。二三四五六七，七君子，不是六个人啊。校长，啊，什么事儿啊？待会儿我有堂讲座，不能让学生们等我啊。中了，这位先生，我真的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商量一下。咱们国家现在尊师重教啊，越来越落到实处了。咱们的教师队伍已经接近了900万人，哦，但是到现在为止依然没有自己的节日。前段时间呢，我跟北京晚报的记者写过一封信，我倡议开展这个尊师重教月，设定我们自己的节日。所以今天把诸位老先生请过来，就是想我们北师大能不能先行一步，替我们的同行教师们发发声，搞一个联名倡议活动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校长，黄老师，各行各业这么多人，我们本来就是老师，要倡议单独为教师设立节日，这合适吗？哎，校长啊，我一辈子跟数字打交道啊，谨慎惯了。我觉得这个事儿啊，也应该慎重。尊师重教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，这有什么不可倡议的呢？啊，齐老啊。我没说不同意，大家这不在商量吗？是。我倒觉得这倡议还真不是为了我们自己。钟老，不为我们，为谁呢？这里头黄继最年轻吧，也63了。是啊。我这个老头子81了，当年李锦熙先生请我来北师大，这一转眼啊，35年了。这些个讲台啊，都是留给年轻教师的。校长的心思我读得懂，这份倡议虽然是今天发出的，但是着眼的是将来，是年轻的教师。鲁迅先生的一句话你们还记得吗？您说的是哪一句啊？建筑了闸门，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，从此幸福的度日，合理的做人。钟老，您坐，您坐。校长，今天的这个茶可是真香啊。这是我家乡带来的茶叶，平时我也舍不得喝，今天请诸位先生好好的品尝一下。嗯，好茶，谢谢谢谢。我明白了，我们真不是为了自己，是为了推崇尊师重教的风气，为了国家的未来。是朱老师，啊，你还没发言呢。哎呀，我呀，坎坷的日子经历了不少，多年以后呢才被平反。那段岁月啊，真的是不能再回去了。我同意联名倡议。
好，好，这是倡议书，请各位过目。中了，这还有什么好商量的呀？签，签，签。诸位老先生，我要代表咱们全中国900万的教师，感谢大家。中王，您是前辈，您先来。对对对，您来您来，那我就当仁不让了。行行行。1992年大概是春节以后，过了春节以后开始写，然后就是睡一个午觉醒来，出现了《活着》这个书名，哇，觉得这个书名很好，感觉来了，就开始写了。当时我住在一个8平方米的一个平房，在那个北京的那个五棵松和玉泉路之间的那个地方，写房前写得很顺利，我记得大概不到一个月，写了有30万字吧。这对我这样的一个写作速度很慢的人来说，已经是超水平发挥了。所以我活着解放前一写完以后，解放后卡住了，不知道该怎么写。其实一直想写这样的一部小说，是因为一直想写一个中国人和他命运之间的关系，因为20世纪的中国人的命运很值得去写。也就是中午睡了个午觉，醒来以后有了活着这个书名以后，我突然发现这个小说可以写了。因为像这样的一个小说，活着这样的一个小说，其实我是跟着福贵的命运走的。我之前没有想得很清晰，因为我在写长篇的时候，我不希望那个想得很清晰，想得很清晰你缺少一种意外的惊喜，就写作还是希望有一种意外的惊喜。我希望命运能够给我很多很多的东西，我是一个比较那个贪婪的人，怎么希望那个命运给我一些更多的恩赐。所以我就解放前那个写完以后，其实我已经不知道解放后怎么写了，因为我之前的精力全部在放在解放前，然后那个时候我要回那个浙江了，所以我就又回去了。就是有一天很有意思，就是把解放后的那个段落里面的前面的第一段话写完了，写完以后我所有东西就喷涌而来。有时候其实写作它其实就是一个水龙头一样的，摸到那个开关的方式其实很简单，就是你不断的写，就是写这一段不对，再换一段，再换一段，开关肯定会被你摸到的。我在一边拔牙的时候，一边开始写小说。那个时候是80年代初，南方很冷，冬天很冷，夏天很热。冬天的时候，我印象很深的时候，就是我那个右手在那写作的时候，左手因为右手不在那动，左手是冰凉的，右手是滚烫的。这是活人的手，那是死人的手，你知道吗？就这样写，就冬天。然后到了夏天呢，又非常非常的热。而且蚊子又很多，因为我在一个海盐，就是嘉兴下面一个县里面的时候，我是晚上怎么写作呢？因为白天还得拔牙嘛，所以只有晚上写作嘛。我是穿着很厚的牛仔裤，因为蚊子咬我的时候要突破那个牛仔裤的很厚的布料，什么下面穿着一个很高的雨鞋，但是身上是光着的，后背拿一个电扇吹着，小电扇，那是我父亲淘汰下来的一个小电扇，吹着我的后背，把那个蚊子不让它袭击我的后背。然后呢，我这个左手是绑了一条干的毛巾，要不稿纸湿了，我得重新写，你知道吗？右手这么写，就这样，终于写把我自己送进了北师大啊。就活着那个活着这个词汇的力量，它是
不是一种进攻型的，它是一种忍受。怯懦其实是人的一种美德。为什么只有善良的人他才有恐惧，他才会怯懦？其实这是人的一种美德，就是人有恐惧，有怯懦，有那种这样那样的，就是我们现在看起来好像未必是一种好的那种，其实它是一种我们的人类能够生存下来的一种最重要的一种，是我们的一种好的一个基因。人要有恐惧感，要有敬畏感，要有那个怯懦感，需要有这样的东西。因为我刚开始写这个小说的时候啊，是用第三人称的，但是怎么写都不顺利，后来写不下去，后来我就把它改成了那个第一人称，就让福贵自己来讲自己的故事，哇，很快就写完了。当时我没有意识到这个改变带来了什么，当时我仅仅只是意识到这个改变是一种技巧的选择，从那个第三人称变成第一人称，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变成了一个自我的角度，这样的一个改变。但是过了一些年以后，我就开始发现不是，其实它在某种程度也是一种人生态度的改变。那您刚才提到的这样一个视角的转变，对您之后的写作，或者是对您之后看这个世界，然后与这个世界去建立联系，有没有什么样的转变呢？我在活着之前的那些作品中，我觉得我就是我笔下人物的一个主宰者，他们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怎么样。所以我的很多作品中，就早期的那些中短篇小说里面，作品中人物基本上都像符号一样的，我认为他们不需要有生命。活着之后，我已经懂得如何尊重我笔下的人物，我觉得他们很重要，而且他们人物他们是有自己的生命的。尤其像活着那个写完以后，我跟福贵伴随了大概有一年左右，我突然发现他有他的那个人生观，他有他的价值观，有些地方跟我是吻合的，有些地方跟我是不一样的。以前我们一直认为就是现实生活中有什么人对我们影响，父母、老师、同学、朋友们，是吗？都会对自己产生影响，还有你阅读、你学习都会产生影响。但是后来我发现，写作也会产生影响，就你自己笔下写下的人物，反过来它会影响你的人生观，影响你的世界观。这是那个活着给我带来的一个启发。因为我们能够触摸到的，我们能够听到的，能够看到的，能够闻到的，就是现在，甚至我们哪怕在梦境也是现在的，就是只有现在我们才能够抓住它的。但是问题是现在的价值在哪里？就在于它有过去，还有它有将来。但是假如我们那个现在，我们此刻生活的现在没有过去和将来的话，这个现在是很单薄的，是没有价值的，它就像无根之水一样，而且也不知道去什么，不知道流到什么地方去。可能还是活着这个书名，因为这个书名我至今为止是我最喜爱的书名。我认为我所有的小说里面书名最好的就是活着，那么那而且这个书名很吉利。曾经有人问我是活着为什么那么受欢迎，我说书名好啊。所以我后来在那个韩文版的那个自序里边，我曾经写过，我说我活着是汉语里边最有力量的词汇之一，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，也不是来自于进攻，而是忍受，就忍受活着给你带来的一切。一个作家他只有在一个特定的时间下才能够写下某一部作品，换了一个时间他写不出这样的作品。只有我在32岁的时候，我才是属于活着这本书的。当我到了35岁的时候，我属于许三观卖血记了。现在我都不属于他们两个了。所以你们在今后的那个写作中，不同时期会遇到不同的困难。当你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就意味着什么呢？就意味着你们要进步了。记住这一点。当你们自己在写作的过程中，你们觉得一帆风顺而没有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其实你们可能是在原地踏步。所以不要害怕困难，越遇到困难就意味着命运在向你招手了，让你们走向一个更好的地方，更高的境界。
严老师。啊，你好，同学。请问您在看什么呀？刚才一个小猫咪，你来把它吓跑了。啊，不好意思，老师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刚刚那只猫跟你有什么渊源吗？因为这个猫长得很像我童年时期我们家养的一只猫。啊。这话也60多年前了。嗯。当时我们家有一只猫是刚生了3个小猫，它偷邻居家的小鸡吃，被邻居的老大娘找上门来。嗯。我们就把这老猫装到一个麻袋里边，弄到这个交货农场去淄博的一个拖拉机上。淄博。淄博离我们高明有200多公里。嗯。就到了一个夏天，外边是下雷阵雨，电闪雷鸣，忽然听到这只3只小猫啊，兴奋的大叫啊！我这个赶快一看，发现这只老猫回来了，老猫遍体鳞伤，尾巴瘸了半截，天哪！爪子上沾着这么大的泥团子，当时我就很吃惊啊，因为我想这个猫是靠什么回到了故乡？当然有一只猫妈妈对3只小猫的这种牵挂。我想了，它最大的力量是猫的母爱。嗯，所以我经常会坐在这个牡丹园里面看这只小猫。哎，老师，您手里拿的是什么呀？你回头看一下，这是启功教授的写书法用的一个镇纸，小铜驼。这个小铜驼，启功先生把玩摩挲了几十年，据说是很有灵气了。后来他这个仙逝之后啊，他的弟子们就把这个小铜驼拿去高仿复制了大概几百个吧。现在我也经常拿着把玩，因为我也热爱书法。当我坐在启功先生的塑像前，手里把玩了他曾经把玩过的这个小铜驼的时候，就感觉到跟他老先生有一种精神上的交流。中国的这种文化传承啊，实际上是依靠了很多小物件作为一个由头的。骆驼嘛，大家也知道，也是一种精神象征了，忍辱负重，耐得住干渴，耐得住疲劳，无论外面是多么样的艰苦的环境，它都会一直坚韧不拔地往前走。骆驼精神跟我们这个学者的这种治学精神也是一脉相通的。我去上课了，等一下哈，好，再见，谢谢再见。老师，您能帮我签个名吗？好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好。有吗？老师，我只有这个了。啊。活着，余华作品。余华是我在师大研究生班时期的同学，而且是同宿舍的啊。前不久余华说过一句话，活着等于什么？等于生死疲劳。生死疲劳是我的作品啊。我也说生死疲劳是什么呀？活着。孙老师，嗯，您怎么在这儿？小范，你是去上课啊？冬操场有场青年节的演讲，想去看看。我正好也要去，跟我一起走吧。好。你看这西园，多美呀！哎，我帮你拍张照片。好。来，看我。老师，嗯，您特别喜欢摄影吗？也不算吧。但每年春色最烂漫的时候，我一定会带着他来到学校。像你们这样的年轻孩子，来了又离开了，冬去春来，年复一年，这就组成了大学时代。而这个校园呢，
会一直这样宁静着，微笑着，迎来送往。每年这个时候，我会觉得自己突然好像也绽放了。你知道什么是青春吗？青春啊，是此刻的欢欣自如，是体验未知的茫然和兴奋，是勇敢的奔走，也是生长着的无拘无束的希望。留着这张照片，等到十年二十年之后，你就能够记得今天的样子。同学们，你们在这片无数先贤奋斗过的土地上孜孜求道，你们是幸运的，更是肩负重任的。100年前，我们的校董梁启超先生曾经送给北师大学生一语：昨日已去，逝者如斯，明日未至，前景何至？唯今日若在诸君手中，犹应呵护之，珍爱之，记挂之，嘉予之。今日者，当下也，此刻也。今日者，居于宇宙时空之中。在
今日之美，譬有阳春，时序更新，虽不待人。今日之中，譬有泰山，未在其时，我为疯癫。今日之花，譬有年少，宝剑锋芒，青春乐好。今日之事，譬有开卷，各就心志，求索修缘。无今日之全体，则无将来之汪洋。无今日之徒事，则无将来之重章。在今日念今日，度今日惜今日，何惧流年总是但求无负今日。一朝一夕，今日即是一时一刻，今日虚心。昨日一去，逝者如斯，明日未知前今何之。来之重章，在